石先生与戴先生对投资理财都有自己的一套。当油价上涨时，石先生一定会冲出门加油。明天汽柴油调涨0.2元。什么？而戴先生，明天汽柴油调涨0.2元。什么？我明天再加。啊？结账的时候，史先生总记得该刷哪张信用卡。先生喜欢吗？今日刷卡享95折哦。95折，太好了，我刷卡。戴先生也有带信用卡，但他的习惯却是95折吗？太好了，我要付现。哈？哈？史先生喜欢各种调酒，调酒今天5折，买一送一哦。买一送一，太好了，那我要2杯。戴先生也喜欢各式调酒，买一送一吗？太好了，我要2杯，分开结。啊！为什么戴先生跟史先生一样是理财高手？因为在提言一购物节。那个，因为戴先生讲话的速度，你知道的。剩下的我来，每组1111元，最高省下1476元，买越多省越多，小孩子只懂省钱，真正的大人要懂得花钱。现在买还可抽巴厘岛豪华住宿，投资美丽，稳赚不赔。提言一购物节，让我们继续购下去。